好，接上个视频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找这个鞋头减震的位置。这个再看一下这里，这个地方，这个 V 字形这里，这里是我们鞋底第三圈加针的位置，加出来了一针，所以这里有个 V 字形。然后我们找到第一针，往上面对应的找到这里，这就是加针的开始。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减针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扣上一个记号扣，然后呢，我们找到对面来，对面，我们这里，因为这里最后一针是一个长针，所以大家看的时候，我们从第二圈这个 V 字形开始 ，V 字形，然后这个上面对应这个单的是长针加针的结束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对应着到上面来，然后在这里也扣上一个记号扣，这个就是加针的减针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21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，一共是二十一针呢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，看一下位置，如果不是在同一条线上，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它挪一下。记得中间这里鞋头的位置是不加不减的，21针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这个位置是平行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勾减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鞋号跟到记号扣前面这一个位置都是勾不加不减的长针，我们动手勾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把前面这些都给它不加不减的都给它勾好了。勾好之后呢，取下我们的记号扣，取下记号扣之后，我们要开始减针了。我们减针的方法跟刚刚鞋号跟的减针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先绕线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穿针，绕线带出来。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然后我们再绕线。退掉前两个线圈，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穿针绕线带出来，然后再绕线带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勾了两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绕线一次性合并这三个线圈，现在已经减好一针了。然后我们再绕线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穿针绕线带出来，然后绕线推掉前两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推掉后两个线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勾了一个正常的长针。我们这一圈的减针规律就是一个减针一个正常的长针，然后下一针里面我们还是要勾减针绕线，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在下一针里勾好了一未完成的长针。好，现在三针合并成一针，这减针方法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减了一针之后，下一个长针里面，然后勾一个正常的长针，勾一个正常的长针。然后下一针又要开始减针了，下一针里还是勾减针，我们就这样隔一针减一针，一直勾到左边这个紫色记号扣的位置，这一针是减针，然后下一针里面一个正常的长针，好，下一针里还是减针，就一直这样勾。